東西走廊的月台層板咧，嘅連續牆、月台層板同埋連續牆的接駁位置咧，係曾經跟原本的設計咧係做過改動嘅。承辦商咧已經係提供了一個月台層板最新的圖則。我哋港鐵同埋我哋嘅外聘顧問咧係複核咗呢一啲嘅圖則。我哋複核嘅基本咧主要係希望用一啲客觀嘅資料複核咗所有施工嘅圖則。咁呢個階段嘅工作，第一階段嘅工作咧已經係大致完成。我哋都係可以用到呢個第一階段嘅工作咧，係開始我哋第二階段喺開作方面嘅工作。第二階段一個實地開作、實地檢測同埋非破壞性測試嘅工作。喺成個過程裏邊咧，我哋一定要考慮嘅就係成個過程裏邊，我哋都要確保這個結構咧係所有嘅時間都係安全同埋維持佢嘅完整性。我哋真正開作咧我哋希望咧，因為而家都係做緊前期嘅工作，我哋希望咧我哋叫第一作可能係10號希望喺今個月嘅10號可以開始。咁但係當然啦，要睇我哋準備工作嘅進度。至於剩翻落嚟嗰28+28啊56個位置嘅抽樣咧，這個過程都仲係進行當中嘅。